母印良品啱啱喺银座开咗一间旗舰店，里面嘅货品特别齐，而且仲有好多特别事。呢度有六层加地库，地库系无印餐厅，六楼就系展览同埋无印酒店，而一楼最重点，最多新奇嘢玩，好似呢度有档卖鲜榨果汁同软雪糕，个人推荐有牛油果加羽衣甘蓝嘅果汁同烘焙茶雪糕，上面仲加咗啲绿茶粉。在旁边是一个调配茶工坊，这里可以将几款茶叶混合配成自己喜欢的新茶味。是啦，这层除了平时见到的零食，最特别是他们的冻柜，个人最喜欢劲好吃的无印蛋糕，有芝士、朱古力、抹茶三款口味。二楼主要是卖男装和女装，男女装的区域很大，当中有些日本先有的款式，好像这件浴衣夏天穿一定十分舒爽。行到三楼就是卖内衣、化妆品、文具、旅行用品等等。你都咪话，如果唔系一字喺度排开，小编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多款。四楼是卖小朋友衫裤同起居用品为主，最特别有呢个设计工房，可以选购自己喜欢嘅刺绣，设喺布织品上面，十分有个性。再上一层，五楼是卖收纳、家电同打扫用品，有时候有啲商品会降价，抵买啊！无印粉令仲唔快啲过嚟。